水动力应急盐水灯，粉丝艾特我拆解的，于是我就欠了49元的花呗买来了。简单看一下结构，开关，然后三颗 LED， 看它的线路呢，应该是并联结构，往下是一个窗口，里面是黑色的东西。使用时请勿倾倒，可将盐水灯悬挂或佩戴，无化学有害物质。输出电流100毫安，功率0.5瓦。这个苹果的充电器头呢，输出5伏1安，功率5瓦。那么10个盐水灯的功率相当于一个苹果充电器头，流明50。使用照明时间连续使用时长大于等于120小时，大概5天加盐克数约等于30克。内附盐包，一次一袋，存储有效期限2到5年，没有生产日期。使用步骤：打开包装，加入盐和水，轻微摇晃，静置等待5到10分钟，拨动开关即可打开关闭灯光。使用说明：产品对水质和水的纯净度无要求，它的意思是加水就行，大小便均可，无毒害产品，室内外均可使用，环境极限温度最低可达-10度，那我们东北的室外是使不了。无需使用时将袋内的水倒出，再次使用时加入水和盐即可。接下来我们点亮它，现在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块金属。加入盐，咱们家里有条件直接加清水。因为我的水呢是温水，所以无需等待，直接亮了。看一下亮度，关闭所有照明，还是蛮亮的哈。试一下蜡烛的亮度，关掉盐水灯。好家伙，这蜡烛这么暗吗？这是蜡烛的亮度，咱们去室外试一下。这我的小卡丁车，这是我儿子的。这个亮度呢，我还是很满意的。上一期拆解充气泵呢，我车的电瓶还没装回来呢。如果有10袋呢，就赶上我家客厅的灯亮了。它这个前脸呢，好像能直接撬下来，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水雾。然后咱们量一下它的发电电压，开灯，2.89伏，接近于3伏。倒掉盐水，现在可以看到有一块金属，质感呢应该是铝。悬空架在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一颗螺丝固定，螺丝的边缘呢有防水胶。金属拿下，表面呢已经和盐发生了反应。当这块金属呢和盐完全发生反应，最后就会消失。这颗螺丝呢负责连通到里面，这里有一个防水胶圈。接下来呢还得回到正面，拆下电路板。拿下电路板，可以看到负极的接线桩连接着里面的金属铝螺丝扣，然后正极呢连接着这片黑色的物质，被胶封住了。可以看到里面有金属网，按理说吧，这面应该是铜，但是这个金属网也不像铜啊。试一下还能亮吗？加盐，加水，放入金属网隔离，放入铝，开灯，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之前亮了。按理说呢，它的原理就是盐水电池原理，一面是铜，一面是铝，但是这个怎么看也不像铜。产生的电压进来之后呢，经过滤波、升压电感、升压二极管、储能电容，供给3颗并联的 LED。至于这块金属网到底是什么金属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发现更多好玩的电子产品呢，欢迎艾特我拆解给大家看。